心肌梗塞又被称作心脏病发作，是由于冠状动脉突然阻塞，导致心脏肌肉供氧不足，造成心肌细胞受损甚至坏死的情况，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症状，如胸痛、呼吸困难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基督教医院关心你心脏健康的心脏内科李冠颖医师。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生活方式改变降低心肌梗塞的风险。第一，健康饮食，选择低脂低盐的饮食，多摄取水果、蔬菜和全谷物，避免高胆固醇和高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有助于保持心血管健康。第二个，适度的运动，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如散步、游泳、骑脚踏车，可以增强心脏功能，降低心肌梗塞的风险。第三，戒烟限酒，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，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取有助于保护心脏健康。第四，控制血压和血糖，高血压和高血糖是心肌梗塞的危险因素，保持血压和血糖在正常范围内，可以减少心脏风险。遵循这些健康生活方式，保持定期的健康检查，如果有任何的不适，请及早就医，保护心脏，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，远离心肌梗塞的威胁。